我是在上海有一个纺织的工作室，平时做手织布的研究，然后也做织物设计，同时也做织物染色。我是在第一次2016年去老挝，然后发现那边有一家英国人和当地人合作的纺织社会企业，所以在那边参加了一个纺织的课程，然后发现在老挝的手工织物非常特别。 所以从那一年开始，就每一年都去老挝寻访手工织物。老挝的手织物非常的真诚，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真诚。我们在2018年，我和我工作室的合伙人一起去寻访老挝的手织物的时候，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，是我们碰到了老挝时装周的组委会工作人员。 然后他们邀请我们去参加老挝时装周，然后当时我也答应说，啊，我们可以带我们的中国设计师去万象参加老挝时装周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然后我们的那个工作室二楼，然后赶紧去参观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然后我们就完全跟走。 我听说，这边的一些傣族啊、拉祜族，然后哈尼族，都是属于跨境少数民族。他们和老挝那边的，少数民族也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，所以他们在文化根基以及在这些纺织技艺上面和老挝是相通的。在那边的话，就是织布，原来呢都是。 这次珊珊带我去的是傣族的村子，叫南本村。他带我去看的那个织布机，我看到我觉得非常兴奋，因为跟我在老挝看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同时我见到了一块，大概是90年前，他们织的一块棉的，植物蓝染的一块布。 跟我在老挝见到的他们统群的面料也非常相似。我觉得不管是面料还是织布的技艺，他们其实都是文化表达的一种语言。所以这次在云南也看到了和我们邻国老挝几乎同样的这些表达方式，在纺织上面的呈现，我也非常欣喜。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重返普洱的这些古村落，然后带着我们中国设计师和他们的作品，坐着火车去万象赴老挝时装周之约。